当神话人物是吃货。哎呀，这天可天热，可闪热。嗯，天上挂着好多橘子，看你。俺的橘子呢？嫦娥奔月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我喜欢的大螃蟹多来点，豆沙蟹也来点，这个来点，那个也好吃。人线不断了，快回来！走你。愚公移山。哦，好高啊！愚公爷爷，我来帮你啦。不用不用，我吃完了。打扰了。我一定要好好学功夫。你们两个给他表演一下胸口碎大石。咦，都被压成土豆泥了，这个可不行。练个飞檐走壁龙可以了吧？就没有什么高深的武功吗？我跟你说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